快速反应能力的话，主要研究了咱们导弹武器根据现有的情况，它的技术流程是否有压缩的可行性。第二一个的话是加大了对咱们平时发射弹药的训练，重点是重燃重研训练，提高我们一港的发射弹药号手的操作的精准度。平时你要对这个武器装备还有导弹性能的这些状态要非常的透底可靠，每个人对自己的岗位操作要非常的精准，减去任何一名号手或者两名号手都能在这规定时间内完成发射，都有人可以替补他的操作。看到导弹成功点火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没有白费。一个号手的价值就是在战场上准时发射，有效毁伤，为了这个目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当导弹点火成功之后这个也确实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我感觉在未来的战场上嘛，应该是会发挥得更好。